本节目由游戏玩不停、互怼到天明的玩吧 APP 冠名，玩吧 APP 一起小游戏，认识哒哒哒哒。本节目是由追求极致、轻易不说完美的魅族手机特约播出，魅族手机颜值美到爆，强到能悍跳。本节目由 PandaQ 第三季官方指定狼人杀俱乐部 Mr. X 赞助播出， Mr. X 交朋友、拼演技、遇见你的他。刚刚从这个节目回归，想亮个相，收拾收拾上路吧。就这把节目对你仇恨度很高，随便聊一聊，我只是来放飞自我的。今晚我一定会死，庆幸的是你九号玩家苟活了。为什么要用这种无辜的眼神看着我，兄弟？你为什么这样看我呢？我比你牛逼。游戏体验棒棒的。此时此刻我感觉我背上中好像有东西挂着，我为什么是锅吗？帮我看一眼。只要谁发我进水，我就反水，这样的话永远不会有人见我。反正今天二号一定得死。你他妈是条狗吧？你到底你干什么？你，我操！第一次，我操！第一次，死得好，死得好。嗨，大家好，我是小龙，我又回来了。大家好，我是索尔，重新回归这个节目，带来一张新的卡牌，叫做九尾妖狐。发现九尾妖狐的板子，它其实是特别有意思的，它是场上信息最多的人，所以这个板子一定会被很多老流氓利用。狼人杀游戏分为两大阵营，狼人阵营和好人阵营。好人阵营包括村民方和神民方。本期游戏共有四张狼人牌、四张村民牌和四张神民牌。狼人包括四张普通狼人牌。普通狼人每晚可以共同杀死一玩家，白天可以选择自爆，直接进入天黑。村民夜间没有特殊功能，白天可以和所有玩家一起行使公投权。神明包括预言家、女巫、猎人、九尾妖狐。预言家每晚可以侦测一名玩家的身份。女巫有一瓶解药和一瓶毒药，同一晚不能使用两瓶药，且不可以自救。猎人在死亡时可以开枪带走一名玩家，在被毒死时不可以开枪。九尾妖狐共有九条尾巴，每死亡一名村民失去一条尾巴，每死亡一名神民失去两条尾巴。狼人死亡时不会失去尾巴。九尾妖狐每晚在其他所有身份牌睁眼后睁眼，获知自己剩下的尾巴数，该尾巴数会记入当晚的存亡信息。当九尾妖狐失去所有尾巴时，将直接死亡。本期游戏采用图编规则，狼人杀死所有村民或所有神民，则狼人阵营胜利；好人公投出所有狼人，则好人阵营胜利。九尾妖狐这张牌也是一个比较被动的牌，因为他知道信息，但他没有任何的主动技能，所以在轮次上可能没有我们之前玩的魔术师和守卫这么强。他是最后一个晚上睁眼的嘛，等于在天亮前就把所有的信息都掌握了。他的功能有点像一个沉默的预言家，像一个验尸官一样的感觉。他可以通过晚上的死亡信息几乎可以判断全场所有人的身份。狼队的这种自刀战术应该会比较局限，想要去打更多的格式，你狼人就必须要悍跳一张九尾妖狐，但是你悍跳的话很容易拉爆狼队。我觉得九尾妖狐有两种打法吧，一种在井上直接跳，可以给所有的人在第一页最准确的信息，一旦狼刀在肩你就不要跳了，因为你没有跳的理由。再一个打法呢，就是像白石牌一样藏在下边，手握两到三个人的信息的时候跳比较合适。等到最后需要 PK 的时候，他讲述整局游戏完整的心路历程以及完整的出人顺序，这个是很能博得好人信任的。十二位探险家，你们好。每期你们将通过三局狼人杀游戏来争夺散落在埃及各地的秘宝，每局游戏的胜利者都可以获得一颗钻石。收集更多的钻石能帮助你们在秘宝的争夺中赢得优势。今天
我们的密宝来自迪比斯古城，祝各位好运。第一局游戏即将开始，请各位嘉宾抽取自己的卡牌。狼，哎呀，怎么看呢？要滑一下，滑一下，往上滑。哦。昌昌，面部表情控制得很好。哇，牛。这个人好做作。Mr. X 狼人杀俱乐部，还有魅族六 Pro Plus 啊，玩八 APP 赐我一张狼人牌，神牌。密码66。什么？哦，哎呦，这个人十一号玩家一定有身份。哎呦，辣眼睛狼牌。魅族赐我一张平民牌，没平民了。本局游戏的视角是普通视角，游戏开始，天黑请闭眼。天亮了，现在进行警长竞选，想竞选警长的玩家请举手。一号、三号、四号、七号、九号、十一号、十二号，共七名玩家参与竞选。从七号玩家开始发言。啊，七号玩家第一个发言。我是一张好人牌，我觉得十二三五四张牌挂身份。我觉得我等一下要听他们发言，好吗？我觉得十二三五四张牌挂身份，当然我也不知道是狼人还是神牌，好吗？我底牌是一张好人牌，过了。首先呢，我要九号牌是一张狐狸牌，昨天晚上一定是个平安夜，因为上帝告诉我我的尾巴没有少。我不认为在井上会有两张牌，一张来悍跳预言家，一张来悍跳九尾妖狐。而且狼队还要有准备，狼队还要赌是不是平安夜。我是一个先知尾的狐狸，记住了。井下呢，你们狼队哪张牌想来和我对跳狐狸，请把这张票单独飞在我九号身上，告诉我，告诉所有人，你要是跳狐狸了，好吗？因为这轮不跳，狼队就失去了和我这张狐狸牌对跳的资格。我是一张九尾妖狐，因为九尾妖狐的尾巴没了就死了，所以说我认为女巫和猎人是需要藏的，狐狸是一张可以在台面上打的牌，因为狐狸藏到最后也会死亡，所以说我在前置位告诉大家，我是一张狐狸牌，昨天一定是个平安夜，你们可以等到信息宣布来告诉我，因为女巫会信任我。那如果你们狼队井上两个狼，那算你们运气好，井下的狼呢，你们也可以大胆的把票飞到我九号身上，我可以和你继续聊，因为我认为一张真狐狸是不怕和你聊心路历程的，好吧。三号牌摸牌卦象不好，十号牌感觉像吃身份，四号牌也像吃身份，五六两张牌啊一般吧，我觉得一号好，一号像个平板大村民啊，暂时聊一聊好吧，后面你们发言吧，过了。爸三号玩家自爆，昨天晚上是平安夜，游戏继续，天黑请闭眼。
天亮了。现在进行警长竞选，仍在井上的玩家请举手。特使，特使，特使。只有十一号玩家仍在井上，十一号玩家当选警长，拥有1.5票归票权。昨天晚上死亡的是十一号玩家，十一号玩家请离场。哇，他第一次，我操！第一次，死得好，死得好，死得好！一号玩家成为警长。警长，请选择从死左或死右开始发言。死左。从十二号玩家开始发言。二饮水，我是个女巫，我守夜救了二。我不知道除了三以外还有谁砍了这个二，但二是我饮水。这一轮我是个真的女巫，我也不拉你的票，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一张焦点牌，所以我没有必要来骗你。我只是告诉，因为我说完之后今晚我一定会死。庆幸的是你九号玩家苟活了，对吗？哦，你得死，因为你有尾巴。我还没毒。哦，他们得那个毒谁啊？我认为三号玩家在这个地方自爆，那因为一是一张十一的金水，那四兄弟就好好聊一聊，因为我是个女巫，好吗？我觉得你跳不出来身份，你就可以走了，啊，你没事来上井干嘛呢？对吗？而且三在那个位置自爆，精确的刀到了十一，而我是张女巫，一是一张金水牌，兄弟，你总归是走远了。四跳不出身份就出四，晚上我会在听5、6、7、8、10这五张牌聊，因为二是我饮水，好吗？其他我没什么好盘的啊，我跳出来只是害怕后座有人穿我衣服把我弄出去，我手里有毒药，其他就不多说了。二饮水，白天出四，晚上我就在5、6、7、8、10里面找张牌赌，我一定会赌，我不会跟你们赌心态，好吗？没有所谓的板子，我手里有毒。当然了，你们觉得我晚上一定开毒，你们就去砍九尾妖狐，因为过了今晚明天我就是武功全废，所以我的存在没什么必要，但九尾妖狐这个信息太重要，所以狼想赢九就一定要死，好吗？发言就没什么了，就这样吧，过了。你是女巫，我是什么？我今天救的九，出局吧，十二号。那井上这些人举手的，我是张好人，对吧？井上还有九在井上，七在井上，七九两张牌，九是我饮水，七发言还不错，我觉得七有可能是张好人牌。你十一、十二都在井上，四也在井上，我已知我自己是张好人牌，九是我的饮水。你告诉我，三号自爆之后，他为什么不刀你十二，刀了个十一，对吧？十一倒牌预言家呀，发我一号金水，我是不是真的女巫了？对吧？那你十二出局吧，十二四，我觉得四看一下四，我觉得有可能四十二是两狼。也有可能是十二一狼，我不知道四还没发现，我不知道，但是我是张女巫牌，你出局，今天先出这张十二，我总归是个真女巫了吧，你们场上不会再怀疑我了吧？为什么让十二先发言？因为我就想直接把十二和四打死的，但是十二既然穿我衣服了，那就先把十二出了，九是我第一天的饮水，好吧，你们等这一圈发完言之后再听听，再听听啊，这个发言再听听，等到我反正我还能归一次票嘛，我等我归票的时候我再想想是这轮，因为如果我要是觉得四发言不好呢，我可能也归四，反正我觉得这两人都在台面。哎，我自爆脾气，自爆自爆，哎，走。十二号玩家自爆，游戏继续。天黑，请闭眼。天亮了。昨天晚上死亡的是一号玩家，一号玩家请离场。警徽给九号。
哎，我帮你给酒好了。哎，摸一摸，摸一摸，哥。九号玩家成为警长。警长请选择从死左或死右开始发言。死左。从二号玩家开始发言。那个，我是一张女巫牌啊，但一号这张金水牌他一定是好人，我就让他穿这个身份了。然后昨天晚上我在想要不要开毒，不过我觉得刚刚因为都没有听到大家发言，我觉得唯一我觉得不好的是张五号牌，因为他表情不太好，仅此而已，所以我也不敢读，因为我想赌个心态嘛，就是我觉得一号他可能他们觉得他故意报错饮水，就假装自己不是女巫，没想到他果然吃到了，我还挺开心的，因为我活下来了。七号是我的饮水啊，但九号应该是张好人牌，九尾妖狐牌嘛。那现在场上我们只走了一神一张预言家，我想就听一下后置位的发言吧，听警长归票，因为警长是张好人牌，我也觉得你是好人牌，因为一号肯定是张金水，那他相信你，把警徽给你，我也愿意跟着你走。然后，一号一张平民牌走的，这样对我们优势很大。我是一张真女巫牌啊，这个十二发我饮水的时候，如果一号不出来，我就准备饮水反水了。七号是我第一天捞的，你看这个十二啊是个人啊，他还又把你刀了，然后还叫晚上说要请你吃毒，真的过分啊。我七号我觉得应该是张好人牌吧，他们第一天应该冲着女巫刀的，所以我觉得他不，我不觉得他会自刀，因为我觉得这个板子狼自刀没什么收益，因为女巫不救的话，九尾狐得到的信息也是九条尾巴嘛，知道他一定是让狼人自刀，所以我觉得没什么收益。也如果实在到最后盘不出来的话，可以盘一下他自刀，但我觉得自刀概率不大。在我这边就是花卦象不好，因为四号在井上的嘛，他们精确刀到十一号。那四号你好好发言，四五是我重点要听的，好吧？因为现在场上就两狼嘛，听一下，排排位置应该还可以过。四号是一个村民，四号是你们现在的重点怀疑对象。那我就说一下我第一轮为什么上井，因为我刚刚从这个节目回归，想亮个相，结果呢第一轮井上的发言就被爆掉了，所以我想那就不能再添乱了，所以我井下就第二轮井选的时候我就直接退水了，这是我表水的阶段。然后我说一下我怀疑这个二号的女巫身份，为什么？因为一号是金水，是场上唯一的一个预言家发的金水，那一号一定是好人身份对吧？那一号敢把这个警徽飞给九号，因为一号之前说九号是他的饮水，我就觉得九号应该是一号的饮水，他才肯把这个警徽飞出去，不然他如果作为一个其他身份牌，他把这个警徽飞给九号，是对我们好人不负责的一种行为，所以二号这个女巫身份我是认不下来的。这是我想说我怀疑一下二号的这个点，因为我觉得一号他如果不是女巫，他敢把这个警徽飞出去，我觉得万一飞错了怎么办，所以我还是认为一号是女巫，因为一号首先一号是建立在他必然是一个好人的情况下，所以我更相信一号。二号你说的我不信，所以二号我怀疑一下。这是我的两个阶段，第一个就是表水阶段，第二个就是说一下我怀疑的人二号，然后过。就是一号玩家他是金水，然后他是金水，他跳女巫，那怎么一号都是一张好人牌，对吗？然后一号把警徽飞给九号，是因为九号在井上是直接前置位发言，跳一只狐狸，而且他准确的报出了平安夜的信息，所以九号狐狸的可能性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一号，我觉得你怀疑这个二号的点有点不太成立。然后我觉得二号聊得还可以，而且他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井上前置位，七号是一张表水的牌，九号是一张狐狸的牌，十一号没有发言，十一号是让预言家牌走的，然后三号在这个位置选择自爆。那井上十二号和四号是不是重点怀疑对象呢？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四号牌有点想拿二号牌做扛推的嫌疑，就是不太好。然后我这边的话，十二号就是上井的牌当中，我忘记三号有没有上井了，后面可以补充一下。那十二号和四号是重点怀疑对象，十二号自爆了，那四号两狼上井的格式的话，应该也是四号，对吗？那井下也出两狼，但后置位有没有听到发言不知道。七号井上的发言还可以，但是我不敢保，对吗？因为是一张比较划水的牌，且是说的是二号的饮水，那可以先放一放。那八十好好聊，九号我觉得像是一张狐狸牌，因为它是一张狼牌的话，它不是自己找。就是如果不是平安夜的话，不是自己找死的一张牌吗？过了。
哎，终于到发言了啊！这个最后两狼是4号和10号，为什么？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2号呢，在这里他作为一个狼，他就是完全没有这个去悍跳女巫的必要，因为1号是个铁好人，对吗？2号就算他跳了一个女巫，其实9号那边到9号发言，他也只能爆嘛。但是这个时候狼肯定不能通过爆来取胜了。因为狼在这种局面下没有恶魔，他很难知道场上的神是谁。而且这个板子我也是觉得，像猎人和女巫这两张牌，在预言家是必跳的。九尾妖狐如果是九条尾巴的话，我感觉也可以不跳，也可以后置位跳，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呢，狼一般是神不会明着裸出来打，那么狼一般是比较难通过爆刀来结束游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狼肯定是要找扛推位的。这种时候他如果2号是个狼，他跳一个女巫出来到9号，他又不可能通过爆把9号给杀掉，不让9号发言，所以到2号就算是个狼，到9号那边也必然露馅，所以我认为2号应该是个真女巫，这是我一个想法。但是我的疑惑是在于为什么1号爆的饮水是9号，狼人却去相信了1号是个女巫，把1号给刀掉了。但是2号这边爆的饮水是7号，我没有记错的话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有点奇怪在这里。我觉得有可能是，我觉得2号这里应该不会乱爆饮水，我觉得1号有可能是爆了一个9号饮水，他其实是想在狼的眼里，他可能是想掩盖一下自己是女巫的身份，让狼人不要来刀他。但是他想打死12号，但是狼人就觉得他应该是真女巫才敢这样玩，然后所以说就把1号给刀掉，应该是全部的一个情况。那我为什么说4号跟10号是两狼呢？因为我仔细的观察了8号跟10号的表情之后呢，我觉得10号跟8号里面，我更愿意相信8号一些。然后7号呢，是2号的饮水。我个人觉得7号的井上发言也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能认下7号是一张好人牌。5号呢是上来就打4号的，你上来就说，就是你说出了一个我最想说的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3号能够在最开始7号发言，7号完了8号没上井，然后9号发言，在9号跳了妖狐之后呢，3号直接选择了自爆，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并且准确的刀到了11号。为什么呢？有可能是11号他，那我们再看一下井后面的上井的人有谁，有11号，有12号，有1号，有4号，就这么几个人，再没别人了。那所以说在11、12、14这几个人里面，12号是3号的狼同伴，同样选择了自爆。然后1号呢是9号能够抿出来，他是个大白宝，所以3号这里能够准确的找到11号这个位置，应该是认为他对4号没有任何敌意，他才敢这样去爆。我跟你的想法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如果是女巫的话，我可能会直接去读这个4号。我认为4号，这个位置如果是一个，比如说是什么女巫或者是预言家不在12号和3号的狼队里面，3号应该不会这么草率的就去选择自爆，因为他也没有恶魔，没有验人功能，所以我觉得4号是我认为狼面最大的一张牌。那么5号去打了4号，我觉得5号可以暂保一轮。7号呢是我听下来的好人牌，80 PK 呢，我觉得10号表情一直都比较难受，尤其是 JY 出去以后这边跳女巫，所以我希望10号这轮能够用你非常好的发言来跟好人来澄清一下你自己的全部心路历程，因为你跟我一样都是一个没有上井的玩家，只有一轮发言的时间。这轮的话呢，我建议的话是出4号，当然你要听，你如果要是说现在你只掉了你掉了4条尾巴，那我们直接出2号，没有任何悬念。如果你掉了3条尾巴的话呢，我建议是出4。至于读谁，你可以自己看情况。这是我现在目前认为场上的局势，好吧，过了。7号玩家发言，我觉得6的状态应该是个好人，虽然他保了5，我觉得4不像个狼。哎，四要是个狼，这个12是他的队友，3是他的队友。他都已知这个一就一定不是个女巫了，他知道这个12不是个女巫了，他起来还打这个2干嘛呢？这个一倒牌了还没开毒的，这一还能是个女巫啊，对吗？这个2是个狼，他起来送干嘛呢？我觉得2是个女巫。哎，4如果我觉得他是个狼，没有必要在这个位置起身去打这个2，他是个狼，他引下去啊，去打这个2，场上大家都认了一张女巫牌干嘛呢？把自己打成一张焦点牌。我觉得5像个狼，
因为我井上第一天井上我就说了五挂身份，且你把二认下来了，你打了四，你又不打后置位的另外一张狼牌，只光打这个四，我觉得像六虽然说他保了你这个五，但我觉得六是个好人，发言像个好人，你虽然保了五，但是最起码你是在找狼，在帮好人在玩，对吗？你打了这个四，你觉得八十当中这个十更像个狼，所以我觉得你六的状态还可以。本来我想出这个五，我七底牌是一张好人牌，我觉得二是个女巫，四我觉得就已经不像个狼了，他这种发言就不能是个狼了，是个狼就不能这样的发言，好吗？我井上的时候我觉得十挂身份的，十如果跳得出身份，这个八出局，好吗？就八能跳出身份，十出局，我七底牌是一张好人牌，好吗？过了。八号发言。八号先说一下自己是一张平民牌，然后再说一下四号的发言。四号发言就怎么说呢，报道不像一匹狼，但是我觉得不能是说他因为发言差他不像一匹狼。他是打二号的点就很奇怪，因为在九尾妖狐的板子里面，一号倒在夜里，那么它是一张村民牌呢，妖狐是掉一条尾巴，如果是它是一张神牌，它是掉两条尾巴，所以二号这个位置它在我视角里一定是个真女巫牌，明白吗？就是说如果二号不是女巫牌，它就是跳出来送的狼，所以你四号去质疑二号嘛，是你是有聊得不太好，但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狼。但是五号牌打四号的点不对，你五号牌打四号的点，你说二号像一张女巫牌的时候，你去打四号却没有指出四号的错误。然后我八号是一张平民牌，就这样盘一下吧。其实我捕捉到十二号在第二天上井的一个情况，他在环视一周发现井上只有十一号和九号的时候，十二号慢慢的把手放下了，也就是说井上还有一个可能是他不认识的人，他要确认这个不认识的人是否上井了。如果这个人没有继续上井的话，十二号没有上井，因为他已知他昨天晚上刀了十一号，所以他选择退水。这是我捕捉到十二号在第二天竞选他的一个这个动作，我看到了，所以我要讲出来。我八号是一张好人牌，前置位我觉得四号五号聊得都不好，但是我跟七号的观点不一样，不能因为一个人他聊得不好他就是一张好人牌。就我要听一下狐狸发言，因为我这轮的票应该是跟着狐狸走的。就这样过了。狼人还报吗？狼人不报，我就留胡灰流了啊，那我就留一下胡灰流。今天我现在先告诉好人，二号一定是个女巫，因为我还剩六条尾巴。第一天平安夜嘛，第二天十一号死了，七个尾巴。昨天晚上呢告诉我六个尾巴，所以我很开心。他们第一没刀我，第二呢刀了个 JY， 是个平民。那女巫一定在场，所以说我让我自己后准备发言。那我让前置位那边发言，我想听一下女巫的发言。胡灰流啊，怎么说呢，就是今天出局一个，晚上死一个，你读一个。如果上帝告诉我，如果我自己死的情况下，我再算一下尾巴，如果我认为场上有两狼，我就把警徽给二号，二嘛，两狼。如果场上只有一狼，我就把警徽撕了。我认为好人是巨大优势的，直接获胜了吗？也有可能，因为他们晚上要刀一刀，大概率是我。那刀一刀或者是你啊，无所谓嘛。你死了，反正我能发言。刀一刀，读一个，推一个，就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场上还有两狼还是一狼啊？因为我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因为你读还没开。那其实我觉得呢，我先聊一下七号牌吧。我觉得七号牌像张好人牌，原因是什么呢？十二号头天晚上是冲着一号去刀的，也就是说他想把女巫这个饮水给闷掉。他的视野里面可能觉得 JY 是假报饮水，然后呢假装不是女巫，但其实是个真的女巫在伪装。要不然他们报刀预言家，我感觉去伪造一个七号的身份有点难。他把 JY 刀掉之后呢，一定会有女巫出来说嘛。就他认为是把 JY 刀掉之后呢，其实等于少一个饮水，他是冲着神去刀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他故意把这张一号 JY 刀掉，然后呢他知道真女巫会去来报饮水，他知道这边一定不是女巫，会报饮水，报的就是这张七号牌的饮水，很诚实可信。但是唯独有一个点，就是让我印证这个感觉的，就是十二号得多么惨绝人寰，他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去刀七号。我认为只有七号和他一个团队的时候，他才可能下得去这个手，让七号去自刀。但是自刀的收益又很小，所以说这些东西呢，就都有嘛。我把这个说出来，你们考虑哪一面更重一些？
下牌先不聊，今天呢把五号出了，出了五号之后呢，你晚上可以考虑把四号读了，或者是十号、四十中间你选一个，然后呢，明天反正他们刀我嘛，因为会死三个人，或者是你，一定是少两个尾巴，就是说六减二等于四，四个尾巴。如果再少一个狼的话，一个狼一个平民，我就会剩三个尾巴；如果是两个平民的话，我就会剩两个尾巴。就是我会告诉你场上还有一狼还是两狼，或者是有神。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呢，因为前置位我觉得好人优势是可以裸起来打的，你要是当猎人呢你就跳，你是猎人就不会赌你，那可能会赌别人，那赌大概率不是猎人的牌，甚至于我觉得你自己考虑吧，赌一张牌，因为猎人是能自证的嘛，第二天起来肯定有你或者我在，加一张猎人牌直接裸打就可以了，我认为是这样的。帮主你要是当猎人呢就没必要藏着了，因为我们好人优势，当然你如果是扛推一轮，明天也有正义的猎人来制裁你。我也分析了一下，七号有可能自刀，有可能不自刀，因为他刀人嘛，就涉及到一个正反逻辑。首先你要考虑十二号会不会忍心下的一刀，但是十二号这个人嘛比较残忍，他是不是故意去刀一号，然后让你女巫去爆这张饮水，故意爆出来把七号的身份坐实，还是说他真的就是刀歪了？我认为是这样的，因为四号牌呢是在井上的一张牌，他们去分辨十一号这张牌啊，三号牌是这样的，他自爆的时候他直接带了十一，他没有带四，就说明四号呢其实对三号来说也是很陌生的，没见过的。四号牌上井在三号牌的视野里面是有可能做成一张预言家牌的，但是他们很自信就刀了这张十一号，所以说四号呢你也是要被怀疑的，没有办法。那井下呢是这张十号牌，是唯一的一张井下牌，因为我认为八号牌是好人牌，那五四十我觉得三张牌，你要是猎人就跳出五读四，我觉得就可以了，过了。不是猎人但是也别赌我，读四我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井上一定是三狼的板子，井上七个人两个人发言之后他才敢自爆，所以我认井上一定是三狼。那四号是七号是你饮水，且七号八九号发完言之后才自爆的，那另外两个X 身份也一神一民已经是九尾妖狐爆的这个尾巴数量和对应上的，且你是女巫牌，二号没上井，四号是上井的，然后五号没上，对，那其实井上只剩四号这一张牌了，所以四号是一定要读掉的一张狼人牌，因为如果不是三狼的话他是不敢在这个地方自爆且那么准确刀的预言家的，因为十一号玩家我跟他玩的不多，但是他很少，就是他上井概率是很低的，只有拿到神牌他会上井，所以这是为什么三号对他也有足够的了解，所以才会刀十一号的原因。一号这张牌刚才他分析了为什么刀，但是呢你的狐灰流我帮你稍微修改一下，因为还有可能是三条剩三条尾巴，你刚才说剩一条尾巴和剩两条尾巴的情况是不是还有可能剩三条尾巴，就是出一你现在六条，出一个民扣一条，夜里倒个神扣两条，然后假如说毒死个狼，那这种情况下你应该是剩三条尾巴，如果三条尾巴的话你把那个警徽要不然给我，我认这也没有三号，你看对吧，我提出一个新的建议啊，这样你说的是剩两条尾巴给二号对吧，剩一条尾巴剩一条尾巴对你死，不对，不是，你是剩两条尾巴，爆了爆了爆了，自爆，五号玩家自爆，游戏继续，天黑请闭眼。天亮了，昨天晚上死亡的是九号和十号，九号十号请离场，七号玩家成为警长，警长请选择从警左或警右开始发言，警右，从六号玩家开始发言，这轮呢现在是四八 PK 的一个环节，确实读错了但是没关系，就是其实现在也不是说这个局就稳赢了，我是个猎人，那边女巫，然后这边应该是七号，应该是平民，然后接下来呢如果我们在四八里面出呢，出错了他晚上把七号一刀游戏结束，
刚说这个话的时候，这个八号、四号好像挺兴奋的，因为你是这个位置发言，就是其实这个警徽给七号，我就看的不是很明白。七号让我先发言，我没办法帮你归票了，这样的话呢，你只能自己归票，你归错了，游戏就输了，对吧？就反正正常来讲的话，我是会出四的，正常来讲的话，我会出四的。然后四号是上警的，上警没有发言，警下第一轮发言其实确实比较差，我觉得四号这轮如果出了你的话，游戏输了的话，你也得负起一定责任，因为你的发言去打二号女巫什么那些，我就是确实没有听进去。再加上你又是，狼人能够确定十一号的一个警上的一个末置位的身份，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就是四号吧，我觉得大概率，好吧？你不让我帮你总结发言，我也没办法帮你总结了。除非八号聊特别炸特别炸，我可能才会改变我自己的投票。我让你读四，你又不读，读了四游戏应该结束了，我觉得过了。四号发言，四号告诉大家，四号其实才是那个女巫。为什么他读不了我？因为是我读的四号，四号是我认为的一个狼，因为他井下的发言就不是很好，他是一个隐狼。那为什么我打二号没有读他？我觉得二号我完全辩得过他，所以我没有读这个二号。一号的身份，我开始还说一号这个金水，我其实是想让一号穿着我的衣服走了，结果二号又穿了一个女巫的衣服。本来我想就直接这么引下去了，因为九尾的身份我是能确定的，是唯一预言家发的一个九尾的身份。我九尾的身份我能确定的情况下，我就想引下去打了，因为这个局我觉得神应该是引下去打的。那二号你现在把女巫的衣服脱了的话，应该我觉得还剩的就是八号了，因为七号听发言像一个好人，六号是挑猎人的。其实第一轮的金水啊，第一轮的银水是九号。对，二号你现在把我的衣服脱了的话，我觉得还可以，不然的话就出你，或者在八号再发一轮言。因为我想打一个比较花的战术，因为刚刚来这个节目，我想有没有高科技一点的套路。我是想让一号穿着我的衣服走的，这是我开始没有跳的一个原因。所以二号我会怀疑他，所以你现在脱我的衣服，我就给你一个好人。